喺我哋做完升級行動之後，發現自己嘅實力唔夠，我哋都係承認就係話未來難以再做一啲升級行動嘅時候，我哋只希望再用我哋嘅身軀喺危警棍擋催淚彈之餘，用我哋嘅身軀去引起翻社會大眾對於呢個議題嘅關注。我哋唔確定絕食係會引嚟政府壓力，但我哋即係希望社會嘅人士，如果見到學生絕食嘅時候，可以問一問自己，可以點樣行多一步，可以令到雨傘運動能夠繼續延續落去。今日做乜嘢？Thank you.